Using plastic is really bad for animals and other living things because maybe it will like kill them or poison them and then they'll die. 台北美国学校14岁的少年学子们初体验环保，学回收分类，志工一切从头教起。怀旧区的台湾早期文物都是18年来仔细收集布置而成。阿嬷的房间，大家流连忘返。每个人都好好的。活动最后，同学们上台分享。头一位陈胜宝说自己胎里素，头好壮壮。我觉得吃素，在各方面都不错，谢谢。而且对心血管疾病也比较不容易得到。今天我来吃鸡，收获很多。希望以后我有时间的时候，可以常常来这边帮忙，或者去台北，就是多做一点回收。我们每个人就是一粒小小的种子，今天就从我们开始，让这个种子种在土里面，慢慢的发芽生根，影响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。环保日对亲子而言很有感的一天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吕乔美、王静文、王柱明台北报道。